有电子媒体访问的需求，可以准备一下你的麦克风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左边会长的方向，对。没有谁没有拍到呢，你在跟后面的大机器挥个手。谢谢我们的电子媒体朋友们，谢谢。帮我分享一下今天身为人代言人的心情如何？可以吗？心情吗？非常开心，好吧，因为毕竟这个香水人生用了好几年了嘛，对啊，所以可以很荣幸当他的代言人。嗯，所以没有预计帮很紧张啊？就重新再出发会不会觉得紧张？是真的蛮紧张的，因为毕竟半年，对，所以那天看到很多就是大哥大姐们来，我很开心。所以当时在拍的时候，这个照片超级仙气飘飘，有没有预期到自己真的也可以这么美？你说，对啊，不要讲话可以啦，可是讲话就没赛哦。对啊，不要讲话 OK 啦。所以那个时候拍的时候，没有就是很满意自己这个照片。可是拍到后面有点空灵了，所以就是不知道自己在拍什么，又有点累的。所以就是代言费的那个价码是高到让你觉得说啊，一定要接这样。这个不好说啦，可是也要谢谢他啦。对，所以大概有几位数？有八位数吗？八位数，没那么多啦，就有有满意的数字这样。那这个代言费满意的话，那有没有预期到自己业绩要帮厂商就是拉到多高？就是我觉得破亿一定要，就是帮他们拉到那个一点，因为他们家的产品非常的好用。对，是什么产品这么推荐？他们家的洗发精跟沐浴乳都很好用，他们家的洗发精号称秒软，对，因为我本身非常爱乱漂头发，对，所以他们家的洗发精是就是受损法、健康法都可以使用的。这是用名山的名义来当代言人啊？为什么当初没有想要用丢丢美？就是因为那个名字不是我的，对，被注册走了，所以就基本上是这样。对，那以后也会用名山这个？对啊，对啊，因为我叫李名山，好不好？对。会想说在取一个新绰号之前，有请粉丝一起来集资，让大家想到好的名字。我还是觉得我本名比较好，李名山比较好。所以这是确定了嘛？就对啊，确定了。对。那刚才不要自己代言费嘛？从现在出发，那也有在之前真人嘛？在开心的，有找到适合的团队人。有耶，发现大家非常踊跃，就近2000封的投资的履历的讯息，然后挑了上百人这样，每一封都是你自己亲自看，就是有团队，对，团队一起看这样。那有什么就是条件是你比较觉得是青睐的？大家，我觉得台中的条件的人才非常多，对，所以基本上有投履历的都还蛮喜欢的这样。那未来是在台中跟台北两地跑，是不是？对，两边跑。这样的话，还有就是会不会给自己就是到时候调整好之后谈个再谈个恋爱？以工作为主啦。对啊。可是今天超美的，就是应该有很多，应该未来会有很多追求者哦。就我还是以事业为重。对，比较危险啦。那当初是有那种开出费是真蛮高，但是到5万5嘛，很多人都吓到了，就是自己决定。还是觉得还是可以再更高。我觉得如果有人才的话，应该会再更高。因为我觉得就是大家嘛，就是一起努力向上。对，光我一个人没办法。因为薪水这么高，其实他已经优于一般很多的一些职位，是为什么可以想说要给这么好的薪水？我觉得当自己身为老板有赚钱，那当然员工就是大家一起努力的，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有钱大家赚嘛，对啊。人才是值得被保留的。那除了这个以外，还有没有别的一些新的工作的安排？有哎，因为前阵子就是在处理私事的部分，对，然后有其实有推掉主持的节目的工作，然后最近也有电影在邀约，所以之后应该会有作品给大家。所以会开始想要朝演戏方面迈进？基本上会希望有主持的作品。对。就心境上面现在已经调整的比较好一点。心境就蛮开心的。对，其实有很多粉丝给你一些鼓励嘛，特别印象比较深刻。就最近很常听到，就要加油哦。对，听到有点麻木了这样。那口头禅还会继续使用？会啊，会啊，会啊，这个 OK。因为今天好像还没有机会会听到你讲这句话。我今天穿那么优雅，要叫我讲一下吗？对啊。
那脚要打开哦。好，我要准备好了。好，穿那么优雅，居然。好了，那要开始了。有定就老公。大声哦！很大声哦，有哈，会播音哦。回来哦！哎，所以到时候也会穿这样子，就是直播来卖香水人生吗？穿上真的超仙的，没办法穿上直播啦，对啊，因为脚会不自觉打开这样，没办法。所以今天穿上会不会不习惯啊？你不觉得我很别扭吗？有吧？对。那海海要那感觉，海海都没有那么紧张了，对啊。嗯，那到时候在直播会有点紧张，毕竟有点。直播嘛，其实直播还好，因为直播本来就是自己的主力，所以基本上应该 OK 的。可以吗？嗯 ，OK 啊，来吧。请问，刚刚有说收到就是2000多封的履历，是录取100多个人还是？录取大概对100多。你都是逐个自己筛选？对，就是面试，就是一一的面试，这样分2天，8个小时这样。有遇到什么比较特别的状况？就是一进来面试就老定酒老咖就喊起来了，很可爱，对，好可爱哦。有遇到疯狂粉丝吗？就说哎、欸，我是你就是顾客，然后来应征你的员工这样。蛮多的，可是他们可能看到我现场觉得我很机车，因为我比较严肃在看待这件事情，对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团队很重要。是语气会比较凶吗？还是没有？因为我的口气就一直以来都这样，对，没有温柔过。对，那天原本出来其实有点紧张，有一点呢，因为毕竟半年没有工作了嘛。对，那这半年你还好吗？很健康，对，有啦，心情有比较好，调适很好。嗯，因为之前有说好像一些网友会。就是会有一些乱的揣测，嗯，所以你这个时候是被影响，例如说你整形啊，或说你怎样？那你们觉得有吗？有整吗？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没有啦，就比较瘦啦，变瘦了这样。你瘦几公斤啊？哦，我让这阵子让这一个礼拜又瘦了5公斤油。1个礼拜5公斤？是太压力太大了，还是？就希望面对到大家是美美的这样，对，不然。胖了又说整形了，又歪了这样，对。我说你是刻意减，就是有在饮食控制这样。是人生最瘦的程度？应该算是，对。大概几公斤？现在4开头。对。可是你168，对。好瘦哦。怎么瘦的？下次专访再说，有秘密，秘密有秘密，专访再说，专访。对对，我想。现在还有再回去看以前六六妹这个频道的直播吗？因为他们好像还在进行中，这样。没有哎。找了蛮多新的直播。对啊，我觉得就各自努力啦，对啊，也希望他可以做得好这样。所以还有跟前夫联络吗？没有。就。完全不会因为小孩而有一些公司上的认真没有，对。嗯，那你们财产这部分，也是有达成一些共识或协议。有，因为你们事业之前是共同，所以你是公司完全就是一归全职这样。对，因为他一直以来都是公司的负责人啊，对啊，所以就是公司是他的没有错。你当时也没有特别去争取。我觉得不需要争啦，就算了，对啊，就平台给他，名字给他，我觉得都 OK 啊，大家各自祝福就好了。那你当时那人才有，有后世啊？对，有那么一点点啊，一点点。那以后就用这个名字重新出发了。对啊，因为啊，毕竟也老了，也不要再叫妹了，这样。对啊。也有年纪了，对。有吗？你今年是快30啊？哦，有啦，这不是不是你在叫妹字，不是就很对啊，不太好了。丢丢姐，丢丢姐，哎，好像也可以哦、喔。对，就是公司完全不会参与，股份也没有什么关系。没有，完全都没有。所以这样算是竞争出户。对，就是不算啦，就是小孩是我的啦，对啊，就是重点有小孩，因为小孩是
比较重要，我觉得比钱啊什么的，我觉得来的重要这样。哦，所以你当初唯一争取的条件就只有小孩这样。对，唯一争取就是小孩。之前有特别说到说，你大概知道是谁在抹黑你，就是对放话的人。要写一下吗？小本本。不要啦，不要啦，不要啦。对啊，那不太好，不太好。对啊，就不要太过分就好了。对。是同业类的吗？同业送的。哦，这不能讲，太明显。可能就是哦。不能说。对啊。可是你好像因为老公前夫，不好意思，前夫那边好像都比较会，就是说他跟你之间的状况，但反观你这边好像。从来没有就是公开说过跟前夫的问题。因为我觉得不需要说，因为我觉得夫妻之间就是不管怎么样，因为毕竟都有一个小孩，那对大家讲就等于是大家都知道这件事嘛，那对小孩是一个伤害，这是其实我不想看到的，所以不管他说什么，我还是就祝福他这样。对。所以你觉得你压垮你的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？压垮嘛，我觉得很多原因哎、欸，就是不管是就是生活的习惯啊，然后模式啊，还是我觉得就是可能两个不太适合吧。对，因为前夫之前有说，他觉得是岳父就是爸爸生的太长，就是干涉的太多，其实被岳父洗脑。其实说实在的，因为一段夫妻之间在相处，我觉得不是不要说爸爸，也不要说是任何人，就是我自己的感受非常的深刻。对，那当然就是一段婚姻嘛，就是会有失败，就一定有他的原因。对，我觉得不是受谁影响。哦，这也算是你自己主动提的吧？就两个互相都有共识。Oh, 对，互相都有共识，这样就和平的离婚这样。他之前有说你东西就突然之间就消失了。其实也没有突然呢，因为其实，我记得是去年十一月吧，那时候就是我记得那时候是十一月初连播五场直播，然后其实声音就有点不太 OK， 就有点重感冒，然后刚好跟他有发生一些就是小吵架争执，然后那就回娘家就休息一下，平稳一下这样。可是就是休息，就是不到应该一个礼拜吧，一个礼拜左右，就平台权限都没了。对对，所以对，所以就是就有一点小难过这样。那你看到权限被移除的时候，其实是有内心是很受伤的，是有一点受伤，就是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对，就不是单纯就是有点小争执而已嘛。对，就有点像被迫离开这个。合作的感觉是啦，就是其实也没有办法，对啊，对。那你发现就是你没有那些权限都没有问？你说我要怎么样？没有，就是去问前夫，对，就问这些。其实我就不想问嘞，因为他本来就是最高权限啊，对啊，因为我本来就不是啊，对啊，所以就我觉得就算了，就这样。就干脆自己再重新开始这样。对。你不会觉得以前在多多妹时期累积的那些粉丝，你会觉得很可惜？其实不会，因为现在大部分人都知道我有新的平台，楼顶就楼下，所以基本上大家还是支持我的，还是会过来这样。就也不担心说，就是前面那个周边会分掉。其实我觉得还好，因为我觉得平台不是什么太大的重点，就是对，因为我觉得只要用心经营，我觉得应该都 OK。在消失这段半年，其实有关心过。说，哎，就是你什么时候还要回来？有有有，可是就是因为私事太多，所以就也不回他讯息。没有没有啦，没有啦，就是也是蛮喜欢也是接的这样。那预计什么时候开始回去直播？五月吧，快开始哦。哦。快开始。5月5号会先香水人生第一场，对，然后再来就是可能就5月中可能会有自己的事业要出发了，对，还在规划。那台中的话，就会跟天后板妹好像会一起会有合作吗？板妹吗？对啊。就因为我们不同类别，所以基本上应该就是不会的。
你会跟他自己现在一样，也是那么爱买东西的人？你说我吗？对，我还好啦，对，没有那么浮夸，对，没那么浮夸，对。但有时候就是可能想要有主持的作品，那也有人来聊，就是陆续都有在聊，对。所以就希望大家也是多多照顾我，谢谢。是哪方面的？就是谈话或者是？其实我觉得都可以尝试，哎，因为都是没有做过的事情。刚好提到好电影，是不是？对。是哪方面？是怎样的角色？那个其实就目前在谈，对，所以我对。就方便。对对对对对。小孩在这边的话，育儿费一个月大概会多少？育儿费，因为小孩的费用这种东西，我没办法算出一个很精准的数字。对，因为小朋友本来就是因为现在就幼稚园的时期嘛，对啊，就是也就是就大家想得到那样，就一样啊，学费啊，然后就是就吃喝拉撒睡这样，对啊，也就是那样而已啊。嗯，你没有跟他要求说支付到几岁这样？没有哎、欸，我没有跟他拿任何一毛钱。对，我没有跟他拿任何一毛钱。那他还可以看戏吗？他可以啊，他永远是孩子的爸。是啊。对啊，他还是孩子的爸。可是育儿这部分他完全都不用付钱。是。是他不用付钱。哦，你人也太好了。问颠倒了。对，我。对啦，就是他没有，就是我觉得不需要啦，因为我觉得小孩就是。我自己生的嘛，对不对？那当然要自己养育啊，所以就不屑拿他的钱吧。不是不屑啊，他也不给啊，他也不给。有要求过被拒绝这样。就是我觉得他就是，反正我觉得就我自己能力 OK， 我觉得就小朋友嘛。嗯。好，管也是有啦，就是可能就是会透过就是朋友啊，常说啊会想小孩啊这样。对。没有。对。半年都没有。没有没有。那小孩有说想爸爸之类的？小朋友嘛，他只有跟我说，就 也有讲了，说他想爸爸这样，想要回台北这样。那你要怎么回他？就是。我就说，那妈妈有空会带你回台北啊，对啊，就会带他回来啊。就说两个人的恋爱就会各自的，就是不会再干涉彼此这样。不会啊，都离婚了。对，但如果他突然谈恋爱，你也是大方祝福。祝福。你想想，当初有没有安排带小孩？哦，对啦，因为这讲到小孩这个，当初其实有安排要看小朋友，就是过年啊什么的。可是就是，就他有一些借口就推脱掉了，所以他就没有来看小孩这样。哦。对对对对。是原本是有安排，就是有说要过年要带小孩子，就是可能回去啊过年这样，对。可是就是请他就请律师来封信，就是哦有事情这样。嗯。就现在沟通是要透过律师这样。是。对。不会直接赖对方。不会。因为我本身就刚刚那个香水人生创办人有讲，我本身赖没什么在回，就是没有工作的时间，其实很少看手机，就是会有点想放空这样。就这几年，这离婚的这段过程中，完全没有两个人完全没有讲到一句话。有啦，调解庭有讲话，对啊，还是会说话啦，不可能没有到变仇人这样，我觉得。就是各自安好的。嗯，那就是因为毕竟你还很年轻嘛，那可是你会害怕不再有下一段婚姻？其实我觉得，就我现在的我，我觉得就是以事业为重，就以工作还有我的小孩，因为这是我觉得我目前的生活重心。嗯，之前就有人恶意找来做小鲜肉还是小两口，很多啊，我听到很多，我觉得其实。当下不回应不是因为觉得怎么样，是因为老实说，我最终的出发点真的是因为小孩。那如果回应了去做攻击还是做就是解释，那媒体们怎么写？那小孩子以后看到，是不是对小孩是一个创伤？对，所以就是说真的，就是
我也希望造谣的人就是嘴巴可以闭嘴的，对，闭嘴。因为造谣的人最近还有在乱说话，那个人，不敢了，对，就嘴巴就闭嘴了，对。就有跟他说要提高吗？其实因为我觉得那个人真的很无聊，我单纯觉得很无聊，对，可能就是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对啊，就是可能，可是我听到很多谣言啦，对啊，什么怀孕啦，什么堕胎啦，什么就一堆，对，就是其实听到很多谣言，其实心里很受伤啦，因为我觉得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三八，可是我还蛮注重这个的，我蛮传统的，对，对。是那个人是你很熟的人？有一阵子很熟，哦，有一阵子很熟，对。你会想要提高吗？我觉得不需要啦，我觉得各自安好就好了。对啊，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就是也是一个崭新的人生嘛，我觉得告来告去很无聊，也很花时间。律师费有算大概花多少钱？有调解好几次。哦，对啊，哦，律师费哦，不少哦，对，两三百万。也没有啦，没有那么多啦。对啊，要谢谢那个。谢谢他们的谢律跟赖律都很帮忙的这样。就刚台上提到八位数，没有啦，就是开玩笑的啊，我被唬烂，没有啦，就是八位数没那么多啦，嗯，对啊，那就是七位数，但也将近八位，将近啦，将近八啦，对啊，将近八啦。签一整年还是一年？嗯，你想到觉得赚得回来？留一点专访带路。对啊，要不要留一点？对，留一点。好，对啊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谢谢。